我们今天请来这位嘉宾，啊，了不起，老夫老妻。行，我们家大富豪，声势浩大。你这眼睛那么大，怎么都看不清楚东西呢？你能安静一会儿？我现在在做菜，南通的红烧狮子头，味道好不好我也不知道。我就是钢琴伴奏，你就是长笛演奏，行吗？嗯，太好了，唰就过去了。不带自己表扬自己的，做一个说自己好一下。别忘了回家吃饭。回家，哎呀，回家吃饭。今天我设计这道菜真是惊喜连连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一直到最后我这道菜结束。真受不了这种人的炫耀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菜叫香柿干锅麻辣鱼，这也是给我太太一道惊喜菜。这个紫苏也要入到菜里啊？对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惊喜，一个小惊喜。对，今天我要用这个食材，给大家制作一道高颜值、味道又非常丰富的一道金丝酒酿烧鲜虾，见证奇异的时刻。哦，好，停，很有意境的一道菜。紧张啊，有点紧张。你看这个，不要紧张，我觉得你正常做就行了，正常做就很好吃，顺其自然。行，争取咱们能一次成功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张老师，咱们去看一下现场呗。好嘞，熟悉一下。嗯，好。那太太先在这等一会儿。嗯，哎，辛苦了。我来了，欢迎！哎呀，你忙什么呢？我给您送条鱼。哎呦，祝您事业上是如鱼得水，生活上年年有余。哎呦，太好了，来就送东西啊！那我也有祝福啊。您送什么，郭大叔？金色的呀，啊，是不是金玉满堂啊？这个金也代表财富，对啊，说的太好了。今天二位拿的食材是不是也要用到我们今天的菜品上？对，没错没错。您今天会做一条鱼是不是？对，没错。太好了，所以非常想了解一下，您是谁？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张谦。您是北京人？我是北京人，就北京人啊。这个鱼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个鱼我今天带给你是比较惊喜做法，什么呢？你看我是北京人啊，是我太太是湖南人，这也是我当时给我太太一道惊喜菜。哦，因为这个我特意去湖南学了一阵子。哎呦，他是回我们家的时候，我妈妈特别就是比较会做鱼，然后呢，她觉得可能看我吃的很香嘛。然后他就在北京那个尝试的做了一下，然后也给我妈打电话，就问一些细节怎么样去处理。然后后来我觉得他做的就是会比我做的要更好。有点非常相关的味道。哦，这样，太棒了！因为我老婆是常德人，哦，他们那边喜欢吃那个牛肉粉什么的，对，我还特意去到一个粉馆里边去学了两个礼拜，真好，嘿，这是一个好男人的表现啊！郭大叔，我们老朋友了，是的，是的，但是也得说一下自己是谁。好嘞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厨郭玉亮，顾大厨。哎，你看这个人家带来惊喜菜了，您今天有没有惊喜菜？你看我这个礼物其实呢，真的是非常特别，非常有意思。真的吗？对，你别看它表面非常平淡无奇，对不对？它的内部啊结构非常非常有意思，足以能够给你带来特别大的惊喜。这道菜呢我们等一会儿再说，先保持它的神秘感。好嘞，一会儿给大家说说怎么样给您带来小惊喜啊。今天您说说您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呢？我这个菜叫香柿干锅麻辣鱼。那咱们边做边说。行，那咱们就开始做这个鱼啊。然后在腌制之前呢，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鱼呢，就是首先要把它用一个十字花刀把它给打开，更好让它更好入味。好的，哎，对，来，先腌制我们都需要什么调料呢？腌制呢，我们首先要大葱，大葱这块呢我们先切两段，然后那个姜这个先拍一下啊。哎，说实话，强哥，您是不是平时就是很浪漫的一个人？不，我这个人不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。不能吧？我真不是。都为了太太去千里迢迢的到一个地方去打两周的工，我觉得这个很浪漫的。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挺浪漫的。对呀，确实是吧？他其实不是属于那种特别会善于表达的人，女孩子嘛，就内心可能还是会希望有一些小惊喜、小浪漫的。但是呢，我又不想。他特意的去迎合我，去制造一些惊喜或者说浪漫，觉得可能他会累吧，时间长了，所以就舒服的顺其自然的一些相处就好。就是咱们料酒然后倒进去，然后把这个呢搁进去啊。当时您学完了这些菜之后回去给太太尝试了吗？尝试过，尝试做了，尝试过，是不是得到的肯定非常的高？他反正受到了肯定吧。因为下班了，我觉得
回到家随便吃什么，能有一个人为你烧饭就已经很高了，更何况还是我自己爱吃的，就哪怕他做的没有那么好，我也会就是多鼓励他嘛。其实盐的话呢，就是也可以搁手里，拿手去抓一下，涂一涂，扎一下，涂一下。当时在这个学菜的时候，都大概又学了几道菜，他感兴趣的啊，跟他们常吃的啊，几道菜我都学了，都学了。哎，那我就。湘菜馆，哎，这个是个好事儿哈。对，本身呢，太太喜欢吃湘菜，自己呢，通过太太也更爱吃湘菜，没错没错。所以呢，两个人呢，就把这蹭饭爱好干成一件事业。哎，那我觉得2018年呢，对于我们俩而言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年，一个收获的一年。他做出了他尝试的一步，而我会支持他。这鱼呢，咱们就现在腌上。在过程中呢，咱们先准备一下咱们那个垫底的一些菜。好，垫底菜。首先是洋葱，用一半。那咱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食材，就是什么呢？紫苏。这个哎，紫苏叶是吗？对对对，这个紫苏也要入到菜里啊。这个呢，一会儿呢，咱们是一个是给它先垫个底，垫底，炖的时候也要加进去一些紫苏的样子。这个紫苏呢，它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都非常的丰富啊。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些个湘菜里边，比如说一些干锅类的啊、煨煮类的一些菜肴里面，最主要能够去除鱼类的这种腥膻味、土腥气。对，垫紫苏我还是很少。是的，是的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惊喜，一个小惊喜。对对，好，咱们这鱼呢，现在腌的也差不多了。好，这个油可以多倒一点啊，多倒一点，多倒点。这个鱼呢，先炸一下啊。好嘞，这个鱼呢，咱们搁上就这么搁，哎，把尾巴，哎，这样，翻一下，翻一下，好，外面迅速定型，对，而且它不粘，没错，对对对，大概咱们就煎两分钟，两到三分钟的样子，行，这会儿就差不多了，哇，很香，对，非常香。这会儿呢，咱们这个锅呢，开始炖煮它。然后咱们先倒点油，然后开火。现在我们要炒制了哈。对，要炒制，把辣椒的香气呢先炒出来。然后咱们再放一些这个蒜末跟姜末。对，先把火先关上。来，大厨，请您帮我那个先过一下水。过一下水，好嘞，好嘞。顾大厨给泡一泡哈。好，咱们少来点水就可以了，是吧？这个香菜汁能够很好的啊，来去除这个鱼肉的这种腥气味、土膻味，也能够给它增香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香菜汁煮水真的是一招妙妙招哈。对对对，把这香菜汁咱们捞出，捞出只用水是吧？只用水就行，那就不用捞了。来，走起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对对，好嘞。这会儿呢，咱们的重要的这个出场啊，这是啥？这是那个湖南的豆腐乳。湖南的这个连豆腐乳都是辣的呀？它都是辣的，跟咱北京那不一样啊。不一样，它这个豆腐乳呢，实际上说白了啊，就是湖南的辣的霉豆腐。其实呢，就是选好豆腐以后呢，经过一种发制以后，那么它会产生这种益生菌的。然后呢，咱们再加入一些辣椒，还有一些的调味料，让它有辣味儿。这也是咱们湖南当地人必不可少的一个餐桌佐料之一。然后这会儿咱们搁进去之后呢，加一些蚝油、生抽。这会儿加点老抽，老抽，老抽呢，咱们就是为了调味儿。然后这会儿呢，咱们可以把咱们这个鱼就可以放进去了。好嘞，来改大火炖鱼的时候，咱们把咱们这个紫苏这会儿就可以往里放，这会儿就放进去了。现在您是不是能体会到这种湖南菜的重口味的感觉了哈？这会儿呢，基本上炖的差不多了，咱们这个可以准备就出锅了。就搁到这盘子里了。这会儿呢，咱们还有最后一步。拿一个新锅。咱们把这油呢，热油，这刚才剩的这个香辣椒撕一下，只要油热了呢，咱们就可以把火关了。把咱们这个搁进去，撕一下就可以。对，咱把这个铺到上面。这道菜不光是给咱们两个的惊喜，而且主要是给太太的惊喜。这湖南菜最大的特点就是应该配米饭吃。对，湖南人都爱吃米饭，都爱吃米饭。对，但是吃米饭一定要吃福临门稻花香米饭，这样的米饭和我们菜搭配起来才是最棒的啊！这口下饭那个。就是辣的那种感觉啊，却想多吃一口。一个是我们用湘菜煮的水，哎，那种湘菜那种香气。对对对。另外呢，还有就是这款辣豆腐。对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真是放的是太好了，和我们常吃的那种豆豉味的完全可以画一个等号，甚至说还要强过一点点。是，不光这个菜是惊喜，对，这个味道更是惊喜连连。是的。用新鲜原料精选鸡肉，太太乐三鲜鸡精海绵，回家吃饭。买米买面，认准福临门。回家吃饭，由中粮福临门米面冠名播出。
先把五常鱼在背上拉一些菱形块，去给它腌制一下。在锅中呢倒入菜籽油，把鱼放进去，每一面呢煎了一分半到两分钟的样子，先盛出来。剩下一点点的底油，把姜末、蒜末、小米辣跟青线椒放进去炒香，倒入超过香菜根的水，煮沸之后放一些湖南的豆腐乳，咽回酱油、蚝油、酱蘸汁，咱们提色。把鱼放进去之后呢，紫苏叶放进去，快出锅的时候把这麻椒再放进去，准备装盘。另起一个锅，倒一些热油和一些青蒜、青线椒、小米辣淋上去，咱们这道菜就做好了。这道菜的金丝呢，其实不是切出来的啊，是它自己天然形成的。我这个礼物怎么样？这个好有惊喜感啊！来，这是不是所谓的惊喜连连？这是种什么瓜呀？说到惊喜啊，我特别是想问问顾大厨，您刚才说了拿了一个大金瓜，就说给我一个惊喜，这个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？是这样的，刚才我说了，这个食材呢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，因为今天我要用这个食材，给大家制作一道高颜值，味道又非常丰富的一道创意菜——金丝酒酿烧鲜虾。那首先我们这个金瓜怎么处理它呢？我们首先呢用这个金瓜来取金丝，对吧？来，准备刀，切，这不就说切这个吗？这好像很难切这个。这道菜的金丝呢，其实不是切出来的，是它自己天然形成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不太懂，不太懂是吧？来，那我这儿事先呢蒸了半块，我给您看一下，好吧？哦，这个是蒸了多久的呀？五分钟的时间，让它有一个提前的预热就可以了。哦，然后呢，我们不需要什么很好的刀工，我们只需要把它取出丝来就可以了。这是你怎么取出丝来呀？这你是不是有点想不明白？我就是一脸懵啊！来，拿筷子，我马上让你懂，我马上让你懂。哇，这个好有惊喜感啊！这是不是所谓的惊喜连连？还真是。这是种什么瓜呀？哎，这种啊，它的学名呢，叫做金丝角瓜。其实你看，它里面呢布满了这种均匀的这种细丝，它是天然形成的，就是像粉丝一样。其实它也叫粉丝瓜。哦，既可以冷冻，那也可以就是把它晒干，然后呢用清水泡一下，它也是鲜美如初。真的，郭大同，你老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跟你在一块儿，我老觉得自己这30年就白活了，是吧？好多没吃过的东西。是啊。好了，那咱丝呢已经取出来了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咱就焯水啊，把金丝啊稍微的给过一下水，好的，把表面的淀粉质啊给它去除掉，它就会变得特别脆了，特别脆，不会影响我们的口感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的瓜丝呢变色以后马上出锅，特别透亮哈，是，特别均匀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操作，好，也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食材，这是虾肉，虾线已经去掉了，接下来我们把它打制成泥，好的，来把它拍一下。我这么打制虾肉啊，它有一个很好的好处，什么好处？那就是它不至于打得特别的碎，能有嚼劲，对对，吃起来还会有虾肉的这种口感。然后呢，用刀背儿，刀背儿的部分给它砸一下，给它斩断，跟那个虾滑似的，是吧？没错没错，我们这个虾肉呢，其实已经打制完成了，就可以了哈。对，那接下来呢，咱进行一个打制啊。打的时候呢，我们稍微的给一点点盐，来的底味儿，再给到一点点的这个蛋清。加入之后呢，我们再给到一点点的这个水淀粉，让它有更弹滑的这种口感。好，我们把它打匀就可以了啊。你看这虾肉呢，还有很大的这种颗粒感，你看已经上劲儿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勺子也能立得住，说明这劲儿已经够了，只要勺子立住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我们做这道菜呢，它是两种口味啊，冷和热两种不同的风味儿。给它拌一下，给一点点的蒜蓉，然后咱再加点盐，给点白醋以后呢，它的味道也是，哎，吃起来会特别清爽嘛，对吧？也是为了它丰富它的口味。那这个你可以闻一下，这又是一个惊喜。这个有点想不出来，就在嘴边有点跟那个水果糖那个味道似的啊。对吧？这个呢就是木姜子油。经常我们拌一些冷拌菜会用到一些沙拉酱啊，或者其他的一些酱料。总然知道我看来呢，会热量会非常的高，吃起来会比较腻一些，突出不了这个金瓜丝这种爽口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就选用了这个木姜子油，有一种很好的柠檬香气，薄荷的香气。所以说呢，把它用作来烹制鱼类的菜肴和虾类的菜肴，非常的合适。哎呀，行了，不要炫耀了，继续。好嘞，我们放入一点点的这些，老给我们这么多惊喜。其实今天我设计这道菜呢，真是惊喜连连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一直到最后我这道菜结束，真受不了这种人的炫耀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我们拌完之后呢，其实呢，我们呢，把它呢要做一个塑形，选一个模具，就是这个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做成这种圆柱状。对对对，好嘞，咱们做成了一堆是吧？然后再做第二堆。
好，枸杞，我们冷吃的部分呢，其实已经结束了，这就可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热吃的部分呢，主角自然是鲜虾，是对吧？鲜虾呢，我们把它打制成蓉了。你看，我配了很多的一些的食材，也就是香菇丝和胡萝卜丝，嗯，也是搭配一些颜色，嗯嗯。你看刚才我们剩余了一些的这个瓜丝啊，对，然后我们把它放进来打制，好吗？哦，再放一块打制，好好的。哎，我们把它制成这种，哎，虾球状，嗯。一会儿呢，我们要把它呢煎一个虾饼出来，嗯，哎。我们大概做了五个虾球，大概做了五个虾球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开始把虾球呢煎成虾饼。嗯嗯，好，我们用到一个不粘锅哈，嗯嗯，稍微的来一点点的黄油，然后我们再掺一点点的这个色拉油。哎呦，掺着哈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开始来煎制虾饼。嗯，然后把它下到锅里来。嗯，其实这个虾饼呢，其实也没必要太圆啊。嗯，我们把它按压一下，对吧？经过一个简单的煎制以后呢，你表面已经形成了这种硬壳，是哎，变得金黄，对，那略带一点红色，没错，非常美观。对对，好，我们稍微的放一点点的番茄酱，嗯，我们加入一些的姜末和蒜米，饼上之后呢，我们加入一些的醪糟，哦，这个醪糟，就是酒酿，对，为什么要放我们这个酒酿呢？那么其实我调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版的一个糖醋口味的一个汁水，哦，对吧？那糖醋口其实有太多调和的一些方式了，嗯，但是酒酿还用的还是非常的少，嗯，今天为了给你们带来味蕾的惊喜，嗯，我就特意用了酒酿，这种甜香的味道融合在一起，吃起来更适口，哇塞，来加入一点点太太乐的这个鲜贝露，我还设计了一个小环节，就是这个，这是什么青柠？哎，对，小的金桔啊，柠檬，对，它会有点酸酸的味道，我们可以稍微的挤一点点在上面，是不是感觉就这些食材？就是既惊喜又浪漫，对对对，嗯，第一步也就烧制的已经差不多了，嗯，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装盘，好，嗯，这装盘也是不是要惊喜一点啊？是啊，带来了几个不同的装盘的小技巧，好，我们要让我们的装盘要有仪式感，那您教教我们，好吧？来来来，嗯嗯。啊，这是不是做蛋糕的那个吗？有点像，蛋糕店有点像啊。那我准备了三个盘子哈，三种不同的酱。哦，咱们来演示第一种哈，我们把它分成五个点，再用到一些的芒果的一些个果酱。嗯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哦，好，停。哇。真矫情啊，好酷好酷好酷，这凉菜是一个托盘，上面是一个虾饼，对，好想去饭店吃一回这菜哈，好吧好吧好吧，还有不同吗？好了，我们来准备第二个，用那个小碗，扣在这个盘边，盛一点点我们这个什么，这个树莓粉，树莓粉，再做另外的一个造型，哎，我们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啊。哦，在这个纸的边缘上。然后呢，我们取出这个纸张。好了，这三个不同风格的这装盘呢，就结束了。哇，今天呢，我们把您的爱人也请过来了。哦，好，有请张燕的夫人介绍一下，来。您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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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持人好。那小薇接下来跟我们一起尝尝两道菜的这个味道，到底你更喜欢哪一个，好不好？嗯，来来来来来，当一个品鉴师，来您尝一尝啊。来，我们大伙尝一尝，看看这个烧鲜虾的味道怎么样？嗯，还有蘸上这瓜丝，嗯嗯，你尝这瓜丝，很有意境的一道菜。顾大厨的菜做的好棒啊，又很精致，就是不同的摆盘。但是我个人更喜欢这个。哎呦，太会说话了！我更喜欢这一道菜的原因是有故乡的味道，有家人的味道。哦，对。所以这个张先生可以说说了，获胜感言。获胜感言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我还有一个惊喜。哎，那把我们惊喜我们请出来，我们请出来好不好？哦，用新鲜原料精选鸡肉，泰德勒三鲜鸡精喊您回家吃饭，买米买面。认准福临门，回家吃饭，由中粮福临门米面冠名播出。把金丝角瓜一切为二，在锅里呢蒸五分钟的时间，取出金丝，把金丝进行一下焯水处理，分成两份，加入一些盐、小米辣椒、蒜蓉、木姜子油，把它拌匀之后呢，我们用模具做成圆柱状。那接下来呢，我用虾肉制成虾泥，加入蛋清、盐、水淀粉，打至上劲，把剩余的金丝拌入其中。再加入胡萝卜丝、香菇丝拌制均匀，制成虾丸，起锅下入黄油和色拉油，把虾丸放入，按压成饼，煎至两面金黄，下入番茄酱、蒜蓉和姜米，酒酿鲜贝露，炒出香味之后大火收汁装盘。这个是我们提前为您准备的花，您看合适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们在一起的
认识八年了，我都没送过他什么花。行，那您看咱们藏哪合适啊？我给你藏底下行吗？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行，到时候您从这儿拿。好嘞。哇，来，这是我送你的一个花，哎呀，谢谢谢谢。因为那个2018年呢，这个也辛苦我的老婆了。这个我这人呢是一个不太浪漫的人。今天这个也学到了很多这种浪漫的方式。今年啊，一定像顾大厨一样那么帅，减肥，回去多给你做一些这种浪漫的方式，就是要多给爱人一些惊喜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说完以后拥抱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拥抱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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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拥抱一下，哎呀，真是，哎呀，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啊！而且这个看得我的很嫉妒啊，这个就浪漫固然重要，但是我觉得细水长流的这种很贴心的其实也很重要。哎，对。哎呀，说得很好啊，很朴实哈、啊。哎呀，希望每个家庭都这么幸幸福福，我们就很快乐了。好，下期节目再见。